停汽车要收50块，然后呢，停好车正前方就是落雨中，噔噔。今天带大家来看树，我身后这一片。不要踩到人家，还要呼吸呀、啊！我没有一直踩到。不跟你说了，我要呼吸，别踩到我。正走水泥地那边，就很多游客来这边取景拍照。我们现在也在找有没有漂亮的点，可以拍起来像韩国那一种欧巴的那种很帅的那种画面。哦、啊，有了，前面看起来很像。接下来要来拍假掰王美照，好，我觉得来到这边蛮舒服的，然后就是拍照也蛮开心的，可是要注意一点，就是想给大家看我的脚被咬了一个包，透过丝袜可以咬，然后两个包很痒很大，就是来这边最好还是喷一下防蚊液，好吧？就大概到这边，然后我们要去桃园的下一个景点。去看一下小小兵的彩绘墙，那经过一个宫庙，那里面拜的是神农大帝，跟他借个厕所，然后旁边是那个南新里的守望相助队这边，然后还蛮特别的是这边可以有 U-bike， 所以如果想来看一下巴德落雨松没有交通工具，应该可以骑 U-bike 来练身体，然后从刚刚落雨松过来只要5分钟，十分钟。好，然后这个位置很奇怪，它是在大马路南新国小旁，来去看一下吧。 Go， 长这样，我身后这片墙超可爱的，看看吧。用心的画这面墙的人还蛮厉害的，有点类似像台中的那个动漫像，那边还有。
他看到你激动，他看到你激动。所以没事，如果走到人家家后巷要小心。小小兵脱光光，小小兵强，你最喜欢哪一只呢？你喜欢哪一只？哪一只？邪恶的那只。邪恶的那一只吗？画这个墙的人好有想象力哦，对吧？希望他可以有更多的创作。好啦，下一个景点 ，See you。